又是一具阴沟里的智者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猴子在我们三角草放眼了，所以我得绕一圈。我没想到自己都他们自己杀了我靠！这不我抓猴子的原理是因为他一跌，虽然拿了双杀，但他没闪了。不要伤害我！越吗？够呛吧，兄弟。 你先别急，这越塔有点风险，我先把该刷的也刷了再说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无处可藏。 把兵推了，不推吗？推了呗。那，拉扯他，白色。 还是啊！你真敢呐！我从不妥协。 他们活不长了。你要干嘛呀，克利？牛逼 ！Q 永恩 ，R 永恩，一强。我帮你啥呀？我帮你。关键我信号点烂了，杀莉莉亚呀！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，有点。
这低电还都想不到他能活，应该。停书还搞不搞？停书打号现在有的，只不过需要排队，因为停书打号的有点多。 先把我第一组野刷了，我上路全是第一组野，我上野区一个野都没刷过。游走于刀尖上。 估计在打小龙吧。没有机会了。他们活不长。 Has been slain. <音>啊，配不了，不行，那就抓上吧，抓上路一抓一个准。 这边应该在打小龙，翻墙，睡梦罗汉，躲一下，不用慌。
结果秒的超重，嘿，结果从下路抓到中路，不要妨碍。文在游龙，能走吧？走啊，兄弟，可以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敢打？ 这不我以为他上马完了要走，杀了去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是我第一组野吗？ 哎呦，没时间刷上野区了，太忙了。不好选，抓不上，再抓不上，吃不先锋。他现在应该没阿吧？ 这塔前应该吃到了吧？不要妨碍我！真是。 反大红吧，没时间了，这波出来直接把他秒，剩下两件套，他将成为我的刀使。闪拉开。 别的不用管，直接打龙就好，应该他们打得过。现在我的刷野速度就好多了，我们刚才刷野慢是因为我现在钱太多了。 我现在刷野速度，你们看一下，我刷野组野一套技能就够了。抓太多人了，知道吧？我抓了11个人，把我的刷野时间都给消耗掉了。不过现在补回来就好。
主播将在五分钟之内刷100刀。上车上车啊，上车可以多召唤一点。地上全是虫子，开中呗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红应该有人会守，咱去刷他的大狼吧。居然大狼也有，替我拉个刀 A 一下，亵渎斩杀。都再刷上去，刷到我的上野区，刷来刷去应该是有个160吧。蛤蟆马上刷出来，这波刷也是有规划的。哎，好翻墙！A 一闪拉开，二段 W 刮扯全死啊！思路要清晰，这波一闪首先 A 了一下，再一闪拉二段 W， 全部刮死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拿龙啊！那大龙不要贪那几个兵，哥几个在干嘛呢？快啊快啊！4000块钱，刚才这波连招不值得一个6吗，兄弟们？我希望出来的时候看到满屏的6啊！主要我没时间输出了，刚才我不是被他睡了吗？睡完之后就他们补伤害，但是我们刚才的连招在我被睡之前把伤害都打满了。拜拜。只有傻瓜才会为知道难刀打野怎么玩了吧，兄弟们？咱就是偶尔
不会打野的时候玩一玩。但正常的单刀打野就是赌博这么玩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也是高分段。可以把两组野怪拉一起，这样刷得快。这里怎么有个勇啊？都没去找你，你来找我了啊？我说怎么他们在蹲我呢？原来我后面有人呢。我男刀打野队友狂送怎么办？这个就跟你没关系了呀，打好自己的就可以了。我们玩什么英雄，就不管你玩什么英雄，打好自己的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咱的一个字面意思都已经说出来了，队友狂送，那你玩什么英雄他也送啊，对吧？做好自己的，把自己的一个发育弄好，对吧？他们出问题你不出问题，再怎么送你也能兜底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播间，对吧，这么多对局你们也看了，因为我们水友发的号都是高分段，并且都是高隐藏分高胜率，那队友劣势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那为什么这么多盘都能翻盘呢？主播就是遵循这个道理，打好自己的。你让 Faker 来，对吧，你这把你是 Faker 来，他该怎么送他还是怎么送。这队友无非就是像主播，就有两种玩法，像主播这样，对吧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我带他们赢。那第二种就是骂他们，打字骂他们。你会选择哪一个？跟主播同款的扣一，啊，骂他们的扣二。我选择一，啊，算了，不刷野了，没必要，一波吧。这一二一二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从不妥协，一把兜底一把骂是吧？平衡一下。对，别的 AD 切掉应该就没了。主播直接进去自爆，杀一切，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。来，弹幕上扣出一二三四，喜欢拿皮肤头哪个，咱们票队都会直接使用。